每天出门都戴着口罩，目光所及都是这样被半包围的世界。但清风、阳光、芳香、鸟鸣，一切似乎都还在。每当睁开眼看见那个等我醒来的世界，阳光里的花园放的诗歌，手边的田野，突如其来的风暴挡住我原来的奔跑，像狂风一样呼啸喧闹，打破我们的骄傲。然而我并没停止寻找，仍想为我的生活画出最美的线条，努力的推开那扇门。我还有音乐，我还在舞蹈，给世界一个拥抱，不吝啬我的微笑。我相信，我祈祷，我们并不渺小。都在白日梦，我拼命的囤货，祈祷疫情尽快的被掌控，宅在家里一直洗手，设法研究好玩的挑战，其实身边也没那么糟糕，我们济南人战胜困难。 From east side to west side, people stick together, 给明天一个拥抱 no matter at all the children。不管此刻身边是谁，不管现在是喜或悲，不管你是否疲惫， We fight for our own world。寻找，仍想为我的生活画出最美的线条，努力地推开那扇门。我还有音乐，我还在舞蹈，给世界一个拥抱。因为疫情，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走到一块，但是我们通过网络
用音乐用舞蹈表达我们对世界的关爱。直到这次新冠的全球大流行，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了这种跨越大洲大洋的遥远，海外华人华侨的游子心情，以及我们对祖国和家人们的深深眷恋。我也曾经带线上探讨校友会推送的我们济南人去支援湖北抗疫第一线的这个消息，很感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英雄，而此时此刻，你们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英雄。谢谢你们让我们明白无私奉献真的存在，感恩你们为我们拼过命。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咱们华人在海外尽自己全力去为国内的全国上上下下去采购口罩，这个是一件非常让人佩服的事情，全世界也只有咱们中国人可以这样做。通过这段时间宅在家里边的自己，反而做了很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还练习了吉他。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业余爱好，这样子无论什么境遇，生活都不会太枯燥。给我最大的感悟跟收获，应该就是让我静下心来，很深入深刻的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去思考，去追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想要怎么活。之前觉得好像金钱很重要啊，然后要怎么怎么样很漂亮很重要啊，但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如健康来的实在，所以健康第一。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了。疫情过后我最想去的地方云南西藏，非常想带着家人一起去看看新疆的秋色，飞去我的爸爸妈妈的身边，和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吃饭。这些平日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事情，通过这次疫情，我忽然觉得他们是多么的奢侈。厦门圆我爸爸的一个梦，老人家今年呢已经92岁了啊，所以呢他很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呢能多回家乡看看。我爸爸是一名医生，在疫情爆发期间他本来是跟妈妈在三亚度假的，但是大年初二他就接到了医院的紧急召回。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没有直飞的机票，所以呢他一共辗转了20几个小时，然后下了飞机他就直奔医院。我对于我爸爸这件事儿特别的敬佩。在这个疫情过后呢，我最希望呢是可以到回广州吃泰二酸菜鱼。你呢？我想去台湾去卤月饭。卤肉饭太棒了耶。我已经解除了，我们一定要出去吃披萨和 catch， 然后 belly appetible time， 想想都特别的开心。重庆火锅、潮汕牛肉火锅，还有海南椰子鸡火锅，热干面，应该不会那么胡吃海喝，可能更注重要养生，更注重对大自然的一个尊重。收起你们的拖延症，想约的人，想聚的会，马上行动。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生活画出最美的线条。